绘画主题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，赋予观者相对较大的诠释空间和想象空间，能在多元的社会下保持艺术家的初衷，追求生活美。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在这种面对平常生活中悟性的敏锐感知。每个人生下来就是有窥视欲潜藏在人潜意识里的。普通而平凡的生活其实处处藏有美好，将这份美好凝固住。气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通过创作的形式把这些气质保留下来。身为处于21世纪快节奏时代的新青年，整幅画面实际隐含着我对于这个时代当下的一种忧思以及质疑。我比较注重取材于我身边个人感受最深的事物或者经历，注重于情感上的交流。他们与不同文案、质感、温度、记忆的织物勾连缠绕，呈现出一种沉默的喧嚣，艳丽的梦境，鲜活的抒情。每一个细致入微的地方都值得我去表达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才是真实的，我认为这会很有意义。欢迎来到我们的，欢迎来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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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，我们的大脑花园，大脑花园，大脑花园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大脑花园。